俏佳人 你看清了没有？这一围斜扇，两边掰着走，你试一试。挑手还如此，还及时挑手，及时挑手，掩饰前方，腰背力量，腰背力量。 一定要做出腰腿背力量来，显示出咱们这个通背拳的特色。不明白，可以问。这个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吗？就是，记住，就是不演，区别，动作还是一样。再来手，你看，跳手，转手。 一样，那时候，哈，明白不？这个往两边跨着走，也就是斜扇。那也同样可以攻击两个人了。攻击两个人，攻击四个人，一熟你可以打活，都可以。你看你招着不严，这招你招着不严，怎么弄怎么是。不过跟其他是不一样，它是往外边。 你看，搞过，跳手注意跳手，演示。你看，跨，好，左右打直，回来前后打直，都可以。好，每一个式子都要把它打活，都要把它打活，就对了。假如呢？假如说。 加上这个步伐呢？加上这个步伐，我正要说这个步伐，啊，直扇，你学会了，斜扇，你又明白了，咱们就要搞这圈的。你刚才问是不是那意思？咱们就搞个圈扇，直扇、斜扇、圈扇，这一属于是突门拳里的三大扇，啊，这三大扇可以。 我再给你做一示范，这个力量就放于在哪儿？放于腿上了，腰、腿、胯，利用这个了。上面的形式，手的形式还是如此，啊，手的形式还是一样，就在于底下底盘啊，这是一定要注意往下做。你看，我慢慢的给你演示一遍。 你看，还是跳手，三级步，脚、手、鼻子，它是三点为线，啊，三点为线。你看，跳完手了，一双袖，上步，腿，还跳手，腿，还跳手。你看，两边俩腿都可以圈，做一下示范。 做瓜，眼神，腰背力。
好，去，再来两会儿，我没说清楚，这底弄好了。对，对，好，好，看，这个柿子就是属于圈扇了，啊，你看直扇、斜扇、圈扇，这个三大扇都是一样。你看，斜的不也如此吗？直的不也是进攻吗？斜进攻、直进攻，末了这个圈进攻啊，圈进攻，你看道理大同小异。这个圈进攻怎么用呢？可以做个示范啊，弄个实际的。你看也是一样吧，大手调手，这回呢我往后走，你看我打你的耳朵，后头后头后部，你看我抡你的后部，使腰部，使腰背劲，你看，你看我这腿还圈过来了，我腿还圈过来了，它这作用它能是跑敌后边的，它能跑敌后边的。这边呢一样，来喽，你看我一抽你啪一扇，你看还一样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说把对手裹在中间打。裹在中间，你看好不好？你看，我再慢慢比一次。你看，跳手往后抡肘，你看，那手走扇，我这半拉圈腿扇。那这个要是同样的，也可以说加上这个盘腿了。就可以扫击对手啊！对，更好了，更好了。你比如这手打过来了，我应该上一步，你看你跑，我啪就扫，前后扫都可以，前后。也就是说，给对手下绊。对，也就是这意思啊！你看这脚往后一闪，啪也可以啊，那边。啊，你看，一圈也是可以，圈嘛，往后一圈，大点一打，你看，往后圈，也是同样可以演化成撤步，撤步，摔出去，可以，完全可以演化成这个摔法、抛法，抛法可以，满可以，在实际动作中，咱们搞演习，你看，你看我这左腿，你手是一样，以后我这圈过来了。这儿等着你呢，恨不得啊，等着你一样，借力打力，明白不？也就是同样是四两拨千斤，对，就是这道理。顺对方的力走，对，也就是说以巧破重，以巧破千斤，这就是咱们通拳的主要特点，是吧？不用多大力气。这个也同样是咱们这个通背拳的四大名扇，哎，直扇、斜扇、圈扇、反背锤扇，这都是咱们的主要扇。咱们以前讲那个反背锤扇，反背锤扇也是四大名扇之一，也是。咱们往下再学一个，今天我也高兴，是吧？直扇学了，斜扇学了，圈扇学了，咱们再搞搞这个反背锤扇，你看还是一样，走，哈，好，嗯，哈，吼，吼，可以，斜的，吼，嗯，哼，嗯，哼。你看，这就是反背锤扇。这四个也就是咱们通背拳的四大名扇。对。好，咱们这几扇就到此结束。你要细心练习。往下的式子就是勾挂连环腿。勾挂连环腿，这个也是咱们通背拳里的主要式子之一，他这个吃功夫啊，吃功夫准确，手到位，
腿到位，脚到位，你看这几到位，你没有功夫哪行啊，是吧？这个可以说我给你做一个演示。我来正的，你看一看啊，也是怎么样，把敌人手甩开，跟着后腿上步啊，把敌人脚尖向里合，勾住你的两个腿啊，勾住你两个腿，这一手在跟靠背群桌差不多的情况下，靠背群桌它是不挂腿，咱们这是勾挂俩腿，一起伸啊，一起伸啊，一起伸，把敌打住。这练也开始一步一步练，劝一步上一步，劝一步上一步，这么来演习。动作是不难，难的是功夫，是不是？好，圈闪步，刚才你演示的直的斜的都做了，还不错，就这个勾挂连环腿，这腿挂脚这儿一定要注意这个弯度，是吧？像一把镰刀把敌人的脚部锁住啊，不能这样来着，不能稍微这样来着，一定要锁住，扑下步去啊，扑下步去，这就对了，脚往后勾啊，往后自己勾，哎，对，把敌人牢牢的管住啊，半上腿一样，这就是半上腿一样，再加上腰腿背力量，一气把敌人发出去。可以说说这个用法，敌人向我猛力进攻，哈，你看这脚型把他找住，这脚型啊，我再起身走，必须挂住，必须挂住，这手哈挂住啊，这挂住，这脚吃住了，这儿走，很容易挂不住，容易逃脱，也有逃脱的，怎么办？瞅着我没挂好，你要说跟着就上，还是上不了啊，一下不成两下，一定把它打出，明白不？这一下没挂住，你往后一拔步跟着就走，必须把它挂住，腰腿背勾挂两环腿，那个手起什么作用啊？使敌人，你看我给你做示范吧，有什么用？勾住了，这个手有什么用？正是打击敌人往后仰脖跑，跑不了，勾着呢，是吧？勾着呢，这一发力，这个作用，哈，就这作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一个手扶在另一手的手臂上，他进行推，他就是辅助自己的力量，一个力量小，两个力量强，也就是再给他加一个力，加一个力。在这个勾挂连环腿当中，这个腿法做的时候，一定必须要扑下去，勾住，带起身，对吧？不勾住了，你吃不上劲，他还套出来，你勾我，来，我给你做一示范。你比如你不勾住了，他绕啊，是吧？绕啊，你看都吞出来，他吞出来，你挂住了，你看。你这贴着，这贴着，辅助你，往哪儿跑啊？无处藏身，只能被击。开始的这个爽秀，可不可以把这个对方的手搅和在里边以后，裹着打呀？可以，来手，你看，这不是裹着打吗？是吧？这就是裹着打啊。
都一样。注意二意事项，不能以为什么事儿就算成功，以防万一。真正是挂来不及，是吧？没挂好，你往外一吞冲，接他这手，退。你看，还一样，那个没卖力了啊！注意这样练吧。一步一式，一步一式，实在在的。也同样可以加这个先手吧？太可以了，敌人已经被咱们擒住了，怎么使怎么方便啊？怎么使怎么方便，是吧？先更可以了，更可以。如果敌手出的稍微这个拳又要快呢？更好啊，更实在，他出的快还比较实在呢。来喽，哈！你看，越快是实，慢是心，也就是说要把那个身形劲用上。对，这个式子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，往下进行。这下一手就是青龙探爪，也是咱们通背拳里的主要手之一。啊，式子很轻，但是啊，动作要领、进路一定要功夫啊，一定要功夫。我做一个示范，你可以先看看啊，简单能要力量。哈，你看简单不简单？你看简单不简单？好，好。这个咱们先说头了，也能直步，也能斜步，跨步，周围都可。你来一遍，停，嘿，好，背力，注意龙，青龙就不是柳叶掌了，也不是荷叶掌了，它是一个爪形，龙爪形啊，青龙黄龙都是有爪形啊，一定要区别住在这儿，吐出来让一看是青龙的架势啊，并不是掌，也不是柳叶掌，这不对啊，吐出来，明白不？哪不明白可以问。我给你试两下子，你不明白咱们再问。你看这个青龙一来手，敌人来手，走，哈，那手，哈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原因敌人向我扑来，我这两爪在他外边行着呢，在他外边用浑身腿腰背力量来啪嚓就啊下沉，完全是通过拳的右背劲啊，笨哪儿，你看笨哪儿，你看笨哪儿，完全是笨面部走啊，一下子探出，这就是腿体现出来青龙的威力。可以问，练的时候这个青龙探爪这个爪形刚才你已经说了，对，但是用练的时候这手呢是同样在前呢，还是一个在前一在后呢？问得好，练的时候应当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也不能决定，还得看这得机得势啊，得机得势练，但是啊，一前一后，为什么一前一后？这手还扒在敌人呢，这手奔敌人脸部了，所以是吧？一前一后，这个步伐用的时候是麒麟步吗？
就是麒麟步，啊，一定是麒麟步，一定是麒麟步，啊，也你看也是有点双脚往下沉着，往下一沉腰，再做一遍，找找，还位置，注意手型，腿腰背。基本上差不多。它用的时候，对。那您所说的是从里边走？好，我给你做一下。我给你去手，你来，你给我来了，再重来。盖手，味道跟炒菜似的，味道有点差。什么呢？这就是劲喽，啊，平常多练。透出这腰背印来还行了，往下泰山压顶一般就有这个沉重劲儿。你找，就说没挠，没挠上这找，也压也被你压着，就得这个，就得这劲头。再找，你看，哼，那种，哼，就得这个泰山压顶式，啊，就得这个，我再来了，往下沉身，沉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就要这劲儿，啊，就要这劲儿。这个用的时候，像您刚才说的是，从里边爽袖走这手型，对，往下沉，对。但是可不可以顺外边来呢？完全可以，灵活运用，搞活。通背拳讲究，啊，就是活学，活用，学了是死招，用是活招。你看，来手，你看。再去步，你看插后边都行，啊，那边，你看后边还行，都可以。用的时候这个搂手也是同样，一个上一个下，一个上一个下，啊，你看来手，你看这手是吧？这手我再上这手时候，这手管着他呢，哈，换一手跟上了，这肯定是管你这手了，是吧？同时用力，一手去，俩手去。劲是一路的，都是同时使劲，也同样说一个弓，一个手，对，对吧？他管着你呢。再看这面，你看，是吧？把这爪子把你脸部去了，是吧？我这手一辅助我这手，啪一下子，同样是一个手心朝上，一个合掌，合掌，合掌劲，完全是找力，腰背劲。这个手打完了以后，可不可以加穿掌呢？太可以了。你问的很好，你比如说灵活的吗？咱们说了定啊，练是定，用是活。你看你来了，你看是吧，往下往下，我要沉着，你力量比我大十倍，是吧？铁塔一样，我弄不下去，弄不下去，我跟着就换手啊。你看你看支着我呢，啪嚓就走，都可以，就是灵活运用，都是灵活运用。来，弄不动你，你看我扒不下去，我扒不下去，怎么办？顺势就走，一样，破坏它的平衡，也可以，一样。咱们下一个式子，说说这个黄龙探爪，青龙探爪，基本你就学的，嗨了，下功夫。黄龙，它有一个特色。跟这个青龙不一样，我做一个示范。这黄龙它讲究在敌人的两只胳膊里边，刚才咱们的青龙它是外边，啊，它是外边。你看，啊，爪形往下沉，爪形往下沉，嗯，哎，啊。哼，吐出这爪，哼，哼，哼，哈，哈，哼，哼，架着眉，架着敌人的胳膊，往下探。走走，这狮子不难，就需要功夫。
基本合格，不演基本合格，是吧？这功夫得吃下。再说说用法，你比如出手，你看这就赢他里头了，请看，从来这个就在敌人的胳膊里边了，出场黄龙他就在外边，啊，这青龙它就外边，黄龙出手，它就在里边。同时上目，同时上目，来手，哈，哈，一左胯，一左胯，就这么威力。如果你躺得快一点，他这手的力量，如果要是没发完的话，往下一裂，你这头可能是受严重的损失。就这么点威力，换这手，你甭接了，甭害怕，我慢着点啊！哎，啊，往下一沉身，往下一沉身，松开，你看，哈哈，你胆小了，胆小了，啪嗒，那边，哈，走你的头了。老走敌人头了，你看手出来了，哈哈，跨进去了，那手，哈哈，哎，就这么点快，啊，就站一快，他这个与迎门掌，上次咱们上面说的迎门掌，它有点区别。迎门掌，咱们已经做完了，迎门掌拿手，它是滚，它是滚。他是滚，来手，哈，他是这个形式，啊，这个形式，这手还是滚，哈，咱们这个黄龙不滚，不滚，看，蹭，把他胳膊蹭外边，这样来下家伙，那手。哈，来手，哼，来手，哈，还有什么需要问的？这个黄龙探长出手的时候，上边这手，手心朝外还是朝天呢？手心面冲敌人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面冲敌人。再往下一发力，你就倒了，这儿已经抗住你了。还是同样用这个腰背劲，同时往下沉身子，从腿、腰、背力量全放那儿了，啊，下沉，丹田。这也是，这是同样是往外滑着，滑滑滑。咱们先瞅这把了，来拳，滑，哎，滑，掉一个。来手，滑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个滑的好处是什么？好处，它使他这个用手得近身。你看，往这儿滑，是吧？往这儿滑，不行吧？一滑就近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手把对手往自己的身边带，哎，带去攻击，也有道理。你说的跟我这箱子的心眼差不多，就是这意思。来手，顺势打击吗？啊，顺势吗？敌人还不知道呢，对方他不知道我使什么手，啊，对方他不知道我使什么手，来手，哈，往下，龙探爪，这叫黄探黄龙探爪。还有问的吗？同样还是使一个合劲，合劲，必须完整，这个式子不能，哎，单纯劲，必须使一个，哈，完整。同样还是把这个丹田劲对发挥出来，发挥出来，坐胯，丹田劲，哈，敌人趁势倒地。像您说的这个腰背劲，这个劲怎么练呢？腰背劲从基本功这里开始，咱们以上也说了，
啊，活妖法呀，练练这个妖山呐、指天画地呀，这个是基础，必须得练。平常，哈，哈，哈，这也算基本功，啊，没人似有人。这个黄龙探长这个步行是什么？这个步行，你看，麒麟步。同样还是麒麟步。麒麟步，不是弓步，不是完全弓步，哎，骑马往下蹲蹬，你看多稳当。这个时候走的就是对手的中门。对，完全在你敌人的里边喝了。你说我这手扒一了，你那手还击，哈，你看那手还击，哈。总的说你在外边，我得使，可以两边套着打，就是两边套着打。你看，那时候还得哈，啊，看清了没有？换一方向，可以里边套，来手，哈，哈，是吧？对了，两边套之，咱们在里边，就这道形容这个泰山压顶那个对气势，对，找。这个招奔脸目，往下，抻腰，一下子，能耐鼻子就得下来，不是挠，不是挠，也不是 K， 龙探，龙探，还有问的吗？下边讲这个蜗牛炮，这个蜗牛炮也是双袖当头。咱们这个通背拳都是以双袖为主，是吧？我操脸操慢着点，你瞅一遍啊。双袖啊，双袖，这个是一砸啊，一砸，跌上跑，一上步，啪又一砸，又一爽，又一砸，和又一砸。握砸，握砸，看了没有？学会。哎，好，走，往西走。嗯，挺好。也是要求臂力，通背拳就讲究这个，不是咱们重复这个，他就讲究这个，没有这浑身这个周转劲儿啊，周转不了全身，打不出劲来啊，打不出劲来，可以示范，一向我进攻啊，向我进攻，上步砸之，砰啊。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哼，砸，翻，我这一握，再一翻，也可也可以，换一份角度。哎，这一砸你还不跑吗？一号正砸上。嗯，那时候插不了，防。可以，会不会？这个蜗牛炮，第一手是双手奔下砸呢，还是单手？都可以，啊，都可以。你看，这个砸，撤步，扔拳，扔拳也行，啊，往下砸拳也可以，都是一样道理。你看，双砸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这个砸拳的手型是拳轮朝后砸呢，还是摔掌的手型呢？拳轮朝后，这样手型。也就是用这个拳轮方向。哎、一握式，这拳是这样砸型。起步要是砸，拳眼冲下，拳眼冲下；要扔，随便。就是猿猴诀的手型。对，要是扔，就随便了。也就是扔丢之际要砸，就是往下
全脸冲上，冲上。同样起势还是双袖，还是双袖，起来就双袖，双袖就砸，砸完就是双打，或者是两愣都可。这个卧步、插步呢，还是一下卧到底呢？一下卧到底为好，卧牛炮，卧牛炮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看这根是卧，你看两手砸，卧好了，两侧眼往下砸之，第二炮。马上撤一步，这样也行，这样打也行。继续，你看，还是砸，一撤步，还是砸也行，扔也行。练的时候可以这么练，可不可以？握完以后，砸再上步再丢一拳呢？太好了，都行啊。作为追击之手，追击是追击之手。是得机得势，顺其自然，也就是卧砸上步卧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，蛮可以，两边倒置啊，一边压一边压，你给我做，我瞅不错，砸砸砸拍捉卧砸捉，挺好，挺好。也可以，也可以一样，那也同样可以打这个四面八方了，就要求打活，就要求打活，四外八方都打，好，不错。在这个用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带歇步敲击对手的小腿呢？太可以了，太可以了，示范，你来左手先，因为得看点，你看啊，我上步了，上步，这就一砸往下就插步，是吧？这就插步，往后你要跑就可以了，没挡可以加一掌，都可，也同样可以打这个卧步，这么打也可以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啊，都行，来手，哎，你看一卧。你就要跑，一翻个没讨，没讨加一下子都可以，啊，灵活运用，使敌人制服。说说绕圈法这个式子，这个通背拳里头绕圈法，它也是一个主要东西，也是一主要式子，是吧？练起来主要是绕，就是绕活。闹活的意思，上下腿都得闹活，看不好看，实际用处还是相当大的。我示范一下，挑起手，啊，一样，还是双手走，啊，咱们离不了这双手走。你看，嘿，嘿。你看清楚了没有？这么一走，上步，腿往后拳，主要在一圈这儿，那一手打出去，你看，背后的手奔底部击出去，你可以练练步行。都可以，四外前后打起来如风，就是熟为主。来，坐下示范，来手，啊，瞅着没有？来手，我这手再压一下子，重压一下子，把它管住，左腿向后。是那一手击你，哼，这样的作用。那手，你看这手穿出来，把你这靠住，那一手，啊，这就是这个，脑圈，
可以换一方向学习。住手！哈，也是连续动作的一个手，两个手也可。这手，哎，这儿呢，这儿走。啊，你看，出手，这儿出，一过油这儿起，当，他以为是没有手了，实际后边手补充，主要是底圈，圈为主。来手，你看，在你的后方，你以为是没事，找不着人了，这儿了。穿过来了，腿，这儿的手，明白不？咱们那个闹圈法，这个手型，圈的时候同样还是双袖，照常是双袖，哎，破敌手的手，一般都是双袖，啊，破手吗？我说破手，是看官定势，来一手就走。画的这个是走的时候是这个打的是插步还是握圆步啊？那是说，你瞅，你再瞅我这一遍，什么步？你看，调手，圈步，圈步，斜后方，圈步，往后方，你再试验一遍，圈，哎，闹圈吗？闹圈，圈到敌人后部。好啊，一般的手，别低头，是吧？已经穿过来了，这儿不成，斜上方，斜上方目标。圈时出手，这个手是猿猴诀呢，还是攥拳啊？这个就是四平，攥紧筋的四平拳，啊，攥紧筋的四平拳，啪，这一下子就连鼻带脸打下去，斜度。注意鞋子，再来一遍。往上，斜上，斜上，斜上。好，好，好。对，对，目标不要错。好，圈，挺好。还哪儿不明白，再可以问。在用的时候，同样全是走外门吧？都是，都是走外门，闪开敌人。你看呢？来拳，哈！你好，穿上去了，这腿是吧？同时发力，同时进攻。第一手先做一个格挡之手，对，再进行攻击。对，你再看一看，明明为止，出手。你看，过来了，是吧？这步过来了，把这一手压住了，再出击，相当厉害。后边还可以加什么手呢？也可以任意的加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让我就说擒拿住一样啊。你比如说来手，你说我圈过来了，是吧？我圈过来，我不使这手，是吧？我不让脸部打，我可以斜着打，也可斜着打，也可也可以，也就是加上一个横掌，横掌别的掌也可。你再来这手，走，穿过去了，管住了，这儿不打了，打这儿也行。哎呦，完了，下学，你哎，严肘拍掌，这个是同辈拳里的，哎，也是主要手，甭看他。简单特殊实用啊，你看我给你做上演习。什么叫严肘？就是在这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，对方向我进攻时，奔我胸部打来时，我可以，你看手还远呢，这儿多近呢，眼看到这儿了，这就要学咱们这个通背拳的拧腰夺胯功夫，把敌人的手要打没打着，你看多悬呢，嘿，
啪就出一掌。哎，两边都可以这样来手，从这儿把敌人的手搁在外边的，哎，加上一掌，蹬踏之力，加上一掌。一定要踢着自己啊，不要跟那个啊炸着胳膊和不去做，一定要啊，一定要踢着自己，嘿，打出去，嘿，嘿，哼，嘿，明白不？这个练时可以来回，可以走动。上步的都可，你试验一遍，一定要贴身而走，不要脱离身上，哎，走，哎，往前看。基本合格，动作基本合格，功夫是无限的，加强练习。刚才这个就上步了，再重演一遍，你看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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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抖着空，都行，啊，鸳鸯的都可以。任你随便摆几手播出，哼，就是一手把式啊，就是一手把式，没有什么花架子。你再试试，演示前方，吐出咱们这个五行掌内部的功力啊，就用到了，绝不是这个一个沾衣哈啊哈，加上丹田气啊，加上丹田气，手里有手，手里有手，比如操演一下打，你看搁外头了，一拧腰，这就打出走，向我进攻，啊，进走，就是在一个不演，在一个劲儿，同时火候，你再晚打上我了，再早你早去收缩回去了。对方是很鬼的，非得要到还没打到这个火候，你也把他演出从来，哼，搁外边了，我打了一上步也行，我不上步也可以，行，明白不？换一角度来了，哼，走来，哈，嗨，加点速，稍微的，嗨，哎，都可以上步啊，走来，走，这叫严重拍掌，不明白可以问。刚才您讲了，说严重，怎么称为严呢？你看。这就把敌人眼外边，跟关门还是一样，把敌人眼外边，这叫压，这叫压，拧身把它搁外边，这还叫眼呢。还是含胸坐胯，对，贴着自己的肋走，对，不要炸着着，脱离这不行，非得把自己演过，把这个敌人手演过，保护了自己。
再出手。这个步伐是三七步呢，还是麒麟步？还是啊，打出去还是麒麟步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吧？左手左胯，把你搁外边了，左胯走，胯打，这手走，看这作用，还点不明白。拍掌是手心含空的掌呢，还是荷叶掌？荷叶掌，荷叶掌里边呢有东西，有内容。哈，这种不是拍的，不对，发出内涵，发出内涵。还是同样用这个蹬踏之力吗？对，肯定用。通背拳必须从根起，要怎么通背啊？腿腰背臂是一式。一周身，啪家伙，全是。起的时候晃，用的时候合沉。对，对，很好，你说的不错。起合，合为一嘛，是吧？来手，嘿，你看，甭怕，是吧？甭怕，走，嘿，哈，是吧？眼外边咱们就算赢了，这手。眼外边咱们就算赢了，用的时候也可以，眼完以后进行丢拳进攻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咱们通背拳就是灵活运用，不是我输了我也使这招，不对，把对方胜利为主。你比如说，你来一手，眼出去了，是吧？出去了吧？把你破坏了，啪！来手一抖炸之力可以奔脸部，这是啊，这应该是奔脸部。这边你看接力打力吗？换一角度出都可以，是吧？你看夸出去了，哼，再加一掌补充一掌都可。那时候这也可，也可都可以。这就是所谓的眼肘拍掌，对，这就是眼肘的作用啊！眼肘的作用要多练，腰要活啊，腰要活，一定把这手给它搁外边，咱们是得机得胜了。像您刚才说的得机得势，那也同样，当对手出手的时候，如果实在是来不及的，也可以用这个小臂去斩了。嗨，当然可以啊！咱们说过了，通背拳就讲究活。啊，甭看击击能力强，但是这活，你不信？咱们再搞一下试习。你向我进攻，你看，我根本就要演，差半点没演上，应该是照这儿还能演呢，来不及了。敌人向我猛攻的快，重来。哎，也可，啪就管住，一样，管，把敌人破了就行。也可以是一手把式。嗨。太可以了，这招，演是没演上，走，也可，同样也可以崩拳了，太可以了，啊，太可以了，哎，你瞧，哈，这叫一手把式，啊，这叫一手把式，那手，嘿，滋儿，哈，你看，砰砰，解决战斗，还有什么问的？同样也说得机得势，得机得势，还是顺势而发，对。不能让他这个势子给限制住，是吧？限制住你不倒霉了吗？是吧？虽然说是眼肘多种变化，从这里演变，走，哼，你看，没了，怎么试都有，怎么试，你看都有。那同样也可以斩手，这一下往下一顺，太撞上了。对呀、啊，灵活运用吗？出手。你看，走，上面我还没动，是吧？就是一手，转，走，哈哈，哈，都有，还有点顺劲这个意思了。对，那时候也一样，来手，哈哈哈哈，都可，啊，相当灵活。哪个还不明白？同样就是，还是得机得势。得机得势，咱们哪个式子，通背拳就是这样好，是吧？得机得发，主要是这个劲
主要是劲，这是最关键的。通背拳讲究腿腰背，浑身的力量，一动无不动嘛。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劲，这个劲跟力有什么不同啊？这个劲就是力，力让我这人说就是劲。这个劲就说咱们这人多大劲呢？啊，咱这啥力量啊？倒是一样。好，下一个式子，咱们说说这个银手啊，银手砸钉根。你看，要说银手，就是引进了空嘛，啊，引就是引敌人啊，虚也可以说是实。你不防，他就搁上了；你防，他还换手啊。你看这银手。应该单练时候，嘿，这就是银手啊，这就是银手，两边都是一样啊，都是一样，也是从口中出，要直，再加上砸钉，这是一个完整式子。你看，我给你做一下示范。你看，一开手搂底也行，搂手也行，不搂，敌人没出手。咱们先出手也行，啊，搂一下子也不犯错误，也对，啊，重复一遍，一搂黑子，这儿加双修了，啊，加双修，一引，闪着摸，然后，哼，看着敌人，看着敌人，是吧？撤回来，又一引，哼，可以，倒退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哼，嘿，前后，左右，练直，演示一遍。基本动作差不多，注意事项：引、砸、突出来了，尤其是砸完了，相当超出力式甩头。你看，这儿一啪啪，盯着你，为什么？就怕他来其他的手，所以眼上盯着。这儿引，啪，盯着，咱们那是什么手，也很方便，绝不能砸完了，平平常常，啊，啪，盯着点，你看，瞅着，看他行什么行动，哎，瞅着，挺好，注意眼神，砸的时候，力量。前眼冲上啊！前眼冲上，下子用这劲儿啊，用这劲儿砸敌人，不是使劲砸的，也不是使腕子剁的，就是这地方啊，就是这地方，前小臂，前小臂嘛，前眼冲上，两手一样，从上。刀下，啊，劈头哎，劈头盖脸砸，不要单纯去找那手，手出来了，我单纯找手，我上一步，我说就是劈头盖脸，啪就给砸下去，带肉啪一送，又跟上去了，你看，又引又送，使他难跑，难逃。你再做一遍，这个。这个是神，砸下去，啪一下就甩头，哎，啪就甩头。好，嗯，对了，精神集中。
对了，精神气力功，是不是？精神气力功全在其中了。一眼没神，你练什么武术啊？是吧？一砸就不瞅人家，多大功夫也枉然，也白搭。非得精神百倍啊！精神百倍，哪不明白？可以问啊，讲讲。我再说这手型，刚才啊，这个用法啊，再说说这用法。你来手，这我就可以啊，我说了可以搂啊。你不来手，我就直接打，这是一样道理的。来手，哎，你看没了吧？都行。再从来，哎，也可以吧？劈头盖脸的砸，不要说找专门找这一点，给这敌人留这么宽空子，不要，啪嚓就下去啊，啪嚓就下去，连捏带砸，啊，连捏带砸，那种，你看，都可以翻打，都可以，啊，砸时要注意腿型，啊，你看，手绕到你后边了吧，狠狠的，年轻人。加上阵脚，哎，也可以，啊，也可以，力量是一致的，借着事哈哈，都可以啊。换一方，注意，哈，哈，哈，借力声音一试，啊，借力声音一试，不过现眼，出手出手。啪的好，问问明白不？这阴手不还同样咱们讲的这个是这手型叫猿猴诀吗？猿猴诀啊，不是散漫无章，不是散漫无章啊，有点团体性啊，有点成团。哎，不是这个，哎，不是这个，有点恰拳，也就是似钻非钻。哎，你看这力量就重了，成一团体了，还是用这个冷弹劲抖进去引呢？都是冷弹，都是得快。咱们通北拳讲究是冷弹脆快硬，出手电啊，唰是吧？唰就到，唰就到，哼，哼，嘿，是不是？出手如电，引完以后。走的这是龙形步还是圈闪步啊？圈闪步，龙形步，你看呆步，怎么说都行，灵活运用，瞅着，一条手，来手了，来脚了，杂志又来了，你看，总来说是绕吧，是不是？圈闪步。如果用应用成龙形木呢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你来了，走走，试着我看行不行？就是直接耍完秀以后，直接这么走，也无妨。就是没有那么样插的腿合适，也就是擒住对方的腿法，对，对，反击。对，你这搁这儿了，他就没有那合适，是吧？你看，走。哼，你看这多合适，怎么打怎么是啊，是不是？那个要是打，也就是插在这个中央再进行劈砸了。对了，也就是说进对手的中门了。对，那得胆大手好，瞅出来了能进，门户没关可以，不然的话这砸钉都是外来。快点啊，啊，走，是不是？这手也是一样，走。你说的是，重来啊！你说的是，对，你说的是这儿。一踏步，一般的一手砸钉，走外面，走。哈，你说说，是不是？破坏金的平衡。您所用拳的砸钉，手起什么作用呢？您手是起这作用啊？啊。
你看，你不动手，我任务忒忙，我要等着干什么任务去？我老跟你这耗不起，是吧？我这先走了。嘿，我一动手你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出来了，引蛇出洞啊！也就去一个引机的作用。引机作用，你也不理我，我可不就打上了。这地方是吧？都是脆骨、鼻梁骨，你打就坏。你接，正中我计。来，你看，来了没有？哈，是不是？多使，多用，活学活用，不让这个框框压住。啊，什么事物，它也不是死招定式。咱们这通背拳讲究是活打，讲究还套上打。什么叫套上打？是吧？你明白？贴身打就是。贴身打跟其他的拳种它有点区别，讲究贴身打啊，它是主有力量，行了吧？不问了，咱们就得了。下边咱们这个通背拳这几个技击法啊，单手操作的就到此结束。希望老前辈朋友们多给指正，谢谢。